混蛋，赶紧把珊珊放了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你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？乔布斯是吧？我知道你是个很厉害的黑客，不过你看看这里，除了钢筋水泥，没有任何电子设备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。托纳，你答应过我，我赢了你。 你就不再找我麻烦了。我答应不找你麻烦，可是我没说不找他麻烦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，放了珊珊。你有情有义啊，我好感动。我要算的不只是你和我的账，你们给我的羞辱，我今天全部还给你们。 嗨， 大家好，机械神2024年5月5日 又到了正盟下午茶的时间，我是主播茶少。最近一组校园欺凌视频在网上疯传，再次将校园欺凌这个话题带入到人们视线，专家们纷纷呼吁要遏制校园暴力行为，还给孩子们一个和平的童年。网友们则纷纷表示，下次同学会时一定要感谢当年同学的不揍之恩。 您在上学时曾经被人欺负过吗？你又是如何回应的？请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热线，让我听到你们的观点或者槽点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最近有做股票吗？我公司新推出一款理财产品，年化收益30%，哎，要考虑一下吧？啊，喂，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，导播说我们的线路有些问题，我们还是先来听音乐，轻松一下。 不好意思啊，孟涵姐，你再刷几次满分，这家老板就要把我们拉进黑名单了。我把记录刷高，别的玩家就拿不到大奖了，他不是该感谢我吗？好吧。 我们的明星猎头最近有空吗？大忙人，怎么想起关心我了？这不是怕你闲得无聊，给你机会拯救世界吗？说正事。我最近投资了一家 VR 公司，对方需要一位特别的人才。有多特别？非常特别。怎么？我要拿号排队吗？哼，你什么时候在我这里排过队啊？<笑>那我一会儿把详细资料发给少一。 哦，对了，最近沙堆遭遇攻击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好在都被乔的安防系统拦了下来。我怀疑有人盯上他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咱们见面再谈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下午茶你别忘了。放心吧，我和乔待会儿去车行取车，带高老板一起过来。好。 都是给你的，谢谢，你最好了。珊珊姐，你最近店里生意不错啊。嗯，多亏了孟涵，上一次你让廖先生来帮我，现在我们都开始送外卖了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是廖先生专门为我们设计的外卖系统，有定位功能哦。你看，我的外卖员在哪里，我都知道。怎么样，很方便吧？挺厉害的。 你们先坐啊，慢用哦。
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们。嗯。南美洲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，太平洋西岸就掀起一场风暴。2024年5月5日，蝴蝶再次扇动翅膀，风暴投资掌门人陈木桐先生给明星猎头郑梦涵小姐发来急件。这次掀起的风暴会是什么呢？你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什么？混沌理论啊！上次你说了沙堆的原理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混沌理论、耗散结构，还有自组织临界。我想，等我研究透了，就能像你一样，洞察一切，预知未来。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吧？还是说正事儿吧？这次要找什么人？哦，这次要找的是极限运动数据采样员，他必须是一个极限高手。极限就是追求人类运动的极限，这样的人必须跑得够快，跳得够高。站住！别跑！小脑发达，平衡感好。站住！站住！简直就是风一般的男子啊！看见我就跑，怎么看我可不爽啊？没有啊。臭小子，玩滑板玩这么帅，想泡妞啊？我说你跑这么快，再快有咱们浩南哥的跑车快吗？开始送外卖了？怎么？嗯，轻功点穴啊？嗯，我说你这么穷，就别出来浪了。闷骚包，真没劲。给我出来！这妞挺屁，你告诉什么？我帅，我直播。快走！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找死吧你！你找死是吧？看你！别打了！跑！放开！就你这怂样，还想当护花使者是吧？啊！谁？我找死啊！我操！更厉害！跟美女好好说话。你们三个人欺负两个人，有点不公平吧？要不然算我一个。美女主动求约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你喜欢欺负人啊？要不就算我一个好了。不，谁欺负他了？刚才他差点撞到我的车，你们好好看看，这车掉块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抱歉，孟涵，牧童一来就磨叽。我磨叽？是你在找茬吗？长得壮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有肌肉我就怕你。
别以为你个子高我就看得起你。现在看齐了。大叔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你们人多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我还会回来的。车是好车，就是人挫了点。瞧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也得等人把话说完吧。没事的，下次注意啊。你悠着点儿。放心，我的车技好着呢，谁让他欺负珊珊的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让小女孩保护，你要脸吗你？哎，小乔，等等我，小乔。年轻人，你好像没比他大几岁吧？是啊，大叔。手套。你怎么这么相信无人驾驶啊？无人驾驶很好啊，不然我一上路就被绑在方向盘上，一不小心就错过好几个亿。现在我可以处理别的事情，哼，我的员工、竞争对手都会开心。竞争对手会哭吧，老板？无人驾驶系统不过是台电脑，是电脑就能被入侵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要是碰到乔这样的黑客，你不是把自己的命也交到别人的手里了吗？可乔这样的黑客只有一个，他现在是我的人。老板，要不要考虑加薪呢？我要是还在特种部队的话，绝对不开这样的车。说实话，系统安全不是最可怕的，黑客入侵这种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那什么是最可怕的？你想啊，无人驾驶离人工智能也就几百米的距离，要是将来汽车都人工智能化了，它就不再是汽车了，他们就变成了汽车人了啊。你们就不能配合点吗？男生一聊起车来就停不下来了。难得聚在一起，就让他们聊吧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你的那个外卖小哥是谁啊？哦，他啊，他叫施雨龙，我们都叫他小施。哦，他好像挺内向的。嗯，那是我们店里的合照，他和我们熟了以后还挺开朗的，平时工作也挺努力，和大家相处的也不错，就是太老实了，没想到在外面被人这么欺负。他滑板是不是玩得很好？反正他平时送外卖，不是踩着轮滑就是滑板。哦，有一天啊，有两个女孩子来店里，看到他就像粉丝看见偶像一样。不过他躲起来了，他们说他好像得过什么极限比赛的冠军，不过他倒是没跟我们说过。这孩子这么低调啊。嗯，珊珊姐，这有个新订单，我先去送一下。哎，你今天受伤了就别去了吧，小心又碰到那帮坏家伙。没关系，那我快去快回。嗯。小诗，你的钱包掉了。谢谢。该不会是想让他试项目吧？你觉得呢？这小子这么弱，玩极限的，不该是这样的吧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脸上也没写着我很会赚钱啊。对啊，人不可貌相嘛。像我刚认识你们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你们那么能干啊。OK， 就算他是。水平了，
一般的可不行。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你表演啊。我自己瞎玩的。你们不会是怕我又遇到他们吧？我们不担心你有事啊，反正你每次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只是不想招惹是非罢了。那要是是非招惹你呢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从小热爱极限运动，高中的时候就得过轮滑和滑板的全国冠军。去年你来云林大学读广告设计，欺负你的人叫涂浩南，是你大学同学，家里有一点钱，在学校一贯欺软怕硬，所有的同学里就你一直忍着，所以他也就认准了你欺负。你怎么知道？孟涵姐是职业猎头，这只是简单的背景调查。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两年，你对他也算是不离不弃了吧？你们尽管取笑我好了，你们以为我想这样啊？你不想这样，可是你又什么都没有做。这样的恶霸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学校都会有，你以为只有我怂吗？我一个人来到西铁城上学，我在这里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，我能怎么样？和他们打吗？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然后呢？转学吗？还是等着钢铁侠来救我？你有朋友啊，珊珊就是你的朋友，今天珊珊救你不就挺身而出了吗？我们也是你的朋友啊，但如果你自己都不维护你自己的尊严，你让你的朋友们怎么替你维护？珊珊今天替你挡了，可以后呢？以后你也指望珊珊挡在你面前吗？我如果他被欺负了，你能站出来维护他吗？我能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去送外卖了。是我点的外卖，送过来吧。你的甜品，豆腐。哎，要钱啊？自己点。跑！快点啊！你那小美人老板，我还等着你收钱呢嘛。别捡。你果然没种，出门都要带保姆。美女，你要多管闲事儿，这次我可没动手啊。小诗和你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，可你每次都三个人赌他一个，有意思吗？有胆子的话和他一对一比试一下咯。好，比什么？滑板、轮滑、BMX， 随你挑。美女，你当我傻呀？我凭什么要和他比这个？他要是有种的话，可以和我比一下直线加速。好啊，如果他赢了，你以后再也不去找他麻烦。啊？可他怎么比呀？他有车吗？我有啊。涂浩南驾驶科迈罗，施一龙驾驶保时捷911，直线加速全程1000米，先越过终点线者胜。911卡雷拉 S 百公里加速3.9秒，涂浩南改装的科迈罗百公里加速3.6秒，直线加速性能都在伯仲之间。但这两款车马力都非常大，控制难度不行。比赛直线加速，除了比车的马力和性能，真正考验车手就
这是心理素质和控制力。所以你认为施一龙心理素质和身体控制力比涂浩南强，可是你都不知道他车技怎么样啊。那天我捡到施一龙的钱包，发现他驾照是 C1 驾照，无人驾驶都已经诞生8年了，他居然会考手动挡驾照，我相信他的车技也不一般。至于心理素质和身体控制力，如果施一龙曾经是极限运动冠军，他一定会胜过涂浩南。太棒了！还要比一下滑板吗？哇，好帅呀！帅妹，滚！大哥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恭喜你，聊点正事吧。我这里有份兼职很适合你，愿意试一下吗？这次真是谢谢牧童兄了，不仅投资我们的项目，还找到了顶尖的极限高手，他提供的数据对我们来说真是太有价值了。投资的事儿还好说，找人嘛，我就不敢鞠躬了。要谢谢咱们独具慧眼的郑小姐。这些数据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做 VR 产品，最早是通过动态捕捉采集数据，来创建虚拟的现实场景。但过去几年，我们利用数据采集和储备上的优势，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是突飞猛进。哇塞，逼格够高的，连支架都是长臂猿的。这是 AlphaGo。 AlphaGo 就是2015年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。是的，它依靠深度学习能力，棋力一直在进化，所以在这些年一直对人类棋手保持着压倒性的升级。然而你郑梦涵并不服，对不对？郑小姐有兴趣可以试一下，说不定你能为人类创造奇迹。我们将 AlphaGo 的深度学习能力延伸到了运动领域，创建了人工智能系统 Elixir。 它学习了我们动态捕捉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，在运动能力、敏捷程度、反应能力上跟人类最顶尖的运动员是一样的。我们把人工智能、 VR 以及动态捕捉系统相结合，在 VR 娱乐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体验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我练过跆拳道，那不如就来个格斗游戏吧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アリシアです。默认场景是日式风格。你们是专门给宅男设计的吗？我们的工程师都是宅男。所以你懂的，当然也有很多别的场景。吼吼吼 ，Hey girl， 这次是美式风格了。工程师都是萝莉控吧？你懂的，还换吗？我叫艾丽夏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这个怎么样？就这个吧，武侠的感觉。好，那开始了。
爽。你们这个游戏什么时候上市啊？一定要告诉我。上市一定告诉你。You win。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，这理论上是不可能的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郑小姐，你真的是人类吗？接受军方委托后，我们以 Alicia 的人工智能系统为基础，开发了单兵人工智能系统 艾力克斯，并且定期安排特种兵部队与他做对抗训练。他的虚拟综合战斗技能已经达到了顶级特种兵的水准。我们将军方提供的各种单兵数据输入给了 Alex。Alex 与 Alicia 一样具有深度的学习能力，并且他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我们用阵亡特种兵捐赠的遗体进行 Alex 的人形化改造。目前人形载体已经完成了可存活的实验，各项生命体征都保持稳定。同时，纳米级中枢微处理器也已经通过了大脑排斥反应实验，可以通过生物供电持续工作，随时可以开始实战测试。一旦成功，它将重新定义特种战争。霓虹国最近已经开展了人性化实验， Alex 实战试验必须加快推进，获得有说服力的数据，这样我们才能……少一，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工作呢，这家公司委托我们找人。哎，你呢？好，一样，工作。哎，这是你朋友？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孟涵姐，我在公司的头。这位是陈牧童，陈总，这家公司的投资人。这是我堂哥施少航。久仰，幸会。谢谢孟涵小姐平时对我弟弟的关照。哦，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，孟涵姐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头疼。少一，我看郑小姐好像不太舒服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咱们改天再聊。行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改天再聊。孟涵姐。实战测试可以开始了。没事吧？我们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有烟。
surgery is irreversible. You want to go home?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一共105。你这卡里没钱了？你这还差5块呢。大哥，哎，行，拉倒吧，那5块钱我不要了，你别把俺们东西都砸坏了啊。美女，缺男朋友吗？我操，我车呢？这是我的车，谁让你开过来的？问你话呢，你谁呀？嘿，哥，我错了，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你得听我的。你什么人啊？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下面我们来连线著名的脑科专家查尔斯博士。查尔斯博士您好。主持人你好。关于前列腺这个问题吧，我觉得博士，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和人工智能有关的。人工智能？哦，对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的考虑人工智能技术的界限到底在哪里。人类进化了数十万年才从无数的物种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这个地球的主宰，而现在这帮科学家创造出了一个个比人类学习能力更强、进化速度更快的智慧体，他们超越人类，夺取地球的主导权，那只是时间问题。到那时，人类要么被毁灭，要么被奴役。那最近呢，媒体都在披露，世界各国军方都在开发人形人工智能战士。您说的这番话是针对这些报道的吗？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些计划的呢？
我想知道这帮家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人形人工智能，他们是在搞笑吗？原本我们还是有一个次元壁，把我们同这些我们创造出来的竞争者隔绝起来，或者说把我们保护起来。可人形人工智能一旦被创造出来，这个次元壁就不存在了。等人工智能统治了地球，他们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说，制造人形人工智能就是导致人类灭亡的最决定性一步。而且他们还会说，这就叫不作就不会。这帮家伙真的是在搞笑吗？人形人工智能，他怎么不去开发畸形人工智能呢？这世上疯子挺多呀，果然不止我一个。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，不止我们两个。你还没见过人真正疯狂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哦，什么样啊？只有到过死亡边缘的人才会看到。你真是逮着机会叫显摆啊！并不是动刀动枪才叫战场，也不是只有死亡才能摧毁一个人。你要是经历过真正的绝望，就不会害怕死亡了。陈大老板，你每天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好的、用好的，绝望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怎么感觉有点无病呻吟呢？你没有经历过我的人生，大叔。你也没有经历过我的人生，老鲜肉。Who has his eyes on you?Not just a friend. Don't move your eyes. Don't move your eyes. 那你真的相信人工智能会统治人，甚至会毁灭人类吗？我经历过战争，毁灭对我而言并不陌生。沙堆也是人工智能，你觉得它能毁灭我们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我也见过最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战场上变成了最残忍的屠夫。哎，梦涵没有和你一起来啊？昨天送他回家以后，今天一天没见到他人，打电话也不接，邮件也不回，不知道怎么了。看医生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如果生病了，得有人照顾。你好，珊珊，有什么事来个电话。好的，珊珊。哎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嗯，你留下来看店吧，最近单子多。你这个大黑客处理这些外卖订单算是小 case 了。那好吧，你自己注意啊。今天上班的人少，晚上就辛苦你多跑几趟了。好的，珊珊姐。啊，你们两个要好好合作哦。美女，你要干嘛？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开 party， 想请你去做一个特别的甜点。我不要。咱俩还没完。珊珊姐被拓男绑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去送外卖，我看到珊珊姐被拓男绑上车，我马上追过去，可是车太快，我追不上了。怎么找不到他的车了？没关系，我可以黑进交通摄像头找他的车。我们马上出发去追，还来得及。
乔，你等等，你干嘛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。怎么就蹊跷了？现在人被绑走了，再不追就来不及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以我当兵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这像个陷阱。是陷阱又怎样？我现在能找到他在哪儿？拼速度我也比他快，更何况还有你们在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你们在怕什么？你们不是珊珊的朋友吗？现在他被涂浩南他们绑走了，非得等到那帮流氓欺负完他再去救吗？你们是男人吗？乔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啊，你想，这小子的车载电脑连你都找不到，这不奇怪吗？阿远说的对，如果你冲动贸然追过去的话，就正好中了别人的圈套，倒是没救到珊珊，我们还得救你。珊珊是我们大家的朋友，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。珊珊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。这件事全都是因你而起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快去找到孟涵，快点，现在快。我用沙堆，你用沙堆跟。你去取装备。沙堆，追踪乔布斯的车。定位系统启动，目标锁定。乔，你们追到哪里了？报告你的位置和方向。乔，赶紧把珊珊放了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你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？乔布斯是吧？我知道你是个很厉害的黑客，不过你看看这里，除了钢筋水泥，没有任何电子设备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。涂浩南，你答应过我，我赢了你，你就不再找我麻烦了。我答应不找你麻烦，可是我没说不找他麻烦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，放了珊珊。你有情有义啊，我好感动。我要算的不只是你和我的账，你们给我的羞辱我今天全部还给你们。抓住他们，快跑。妈的，这小子把灯都弄灭了，快，我们分头找。
石少恒，你到底是谁？孟涵姐，少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找我干嘛？今天下午，珊珊姐出去找你的时候，被涂浩南绑架了。什么？远哥和牧童哥觉得这是个圈套，可乔和施玉龙直接冲出去救人了，所以远哥让我来找你回去。拦住他们没有？没有，根本就拦不住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根本就找不到你啊！走。哎，孟涵姐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珊珊被涂浩南绑架了，乔和施玉龙都去救她了。这件事情很奇怪，乔想要入侵涂浩南的车载电脑，却无法搜寻到设备，所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绝对不像是涂浩南单纯的报复行为。我劝不住乔，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找到他们。我通过沙堆追踪乔和施玉龙，但是信号一直被干扰，无法准确定位。只知道他们往西郊的方向追，后来他们俩就完全失联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我们现在完全失去了线索。乔是怎么追过去的？他是通过交通摄像头追踪到涂浩南的车的。我也试过，但是沙堆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。还有，我在追踪的过程中，沙堆又遭到了攻击，好在对方没有得手。看来对方目标不是珊珊，也不是乔和施一龙。那会是谁？我们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珊珊被绑架，沙堆遭到了攻击，就连交通信息都被抹除，这些都超出了涂浩南的能力范围，所以他背后一定有别人，而且这个人一定不简单。有炸弹！60分钟，他在挑衅我们。不，这不仅仅是挑衅，这是在给我们出题。我们也收到了。用沙堆追踪他们的手机信号，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位置。但是他们明明是被绑在一起的，所以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。也可能都不是真的。视频中这样的旧厂房在西铁城西郊有不下10个，所以实际的关押地点也可能不在这三个的范围内。要不我们分头去找？那样有80%的可能我们一个都回不来。那怎么办？我回来了。目前离炸弹爆炸时间还有55分钟，我们只有20分钟时间进行营救。旧厂房内部结构很简单，有6个房间和一些柱子和隔断，定位起精度有限，
我们只能大致确定珊珊他们被关在这个房间。对方具体有多少人不知道，火力情况不明。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。木桶，你在家坐镇，操作沙堆，尽快找到炸弹位置。我们俩从后面包抄去营救他们三个，至于阿远，你放心吧，我做我最拿手的。少爷去找你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装备都准备好了，试一下。小燕，你以为你赢我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根本赢不了我。你只不过借着人多势众嚣张一下而已。你那些所谓的朋友呢？他们人呢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有他们，你不过就是一块烂泥。我想怎么捏你，就怎么捏你。真是万年不变的闷骚包啊，太无聊了。你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去找我的小美人了。小美人，长夜漫漫，好空虚，好无聊，好寂寞呀。不如你陪我聊聊天吧，我是巨蟹座的，可会疼人了。呸！你不要脸，你变态吧！小诗一直对你忍让，你却不依不饶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哟，别激动，女孩子生气可不好看。再说了，这件事不能怪我。要怪，也只能先怪你们。我们？对啊，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就像草原上，有的动物吃草，有的动物吃肉。羚羊跑得再快，也不过是猎豹的食物。它跑，我追，多么祥和，多么美好！你们好好的替它出什么头？是你们先破坏了生态平衡。你胡说八道，他不是羚羊，你也不是什么猎豹，你最多就是加菲猫。没有人生来就该被人欺负，你不过是为自己心里的阴暗面找借口罢了。我就是猎豹，这就是猎豹的牙齿。快去看一下怎么回事。
王老板承包了，没给你们剩几条鱼。还有，沙堆始终无法找到炸弹的位置。我已抵达定位位置，我们要先救人，然后再找炸弹。我随身的扫描装置搜索精度，也许会更高一些。你需要扩大搜索区域，离爆炸时间还有七分钟。好。就你一个人吗？他们俩呢？我们三个分开了，他们应该被关在别的房间。快，跟我们走。不知道，离爆炸时间还有五分钟，你们赶快救人！这里有定时炸弹，你快把它找出来，我们去救珊珊。炸弹！不要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是这样被逼的吗？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是被逼的。炸弹在哪儿？炸弹
什么炸弹？我不知道啊！那人没跟我说，是我不想死。顾寒姐，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像你这种人，网剧里最多只能活一集。那我今天也逼你一次，你不要再为非作歹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艾力克斯，我们是同类。我找到了，炸弹在他身上，还有十秒，来不及了，你们快跑！任务完成，启动安全模式，装备回收。不怕，因为傅联会来救我的。这是天堂吗？我没有死啊！我没有死啊！以后不许再欺负施一龙，也不许再欺负任何人，不然就是这个下场。你车我帮你开过来了，停在山下，你当心点开，赶紧滚。这次应该能得到教训了。可是我们好像惹上麻烦了。被我击倒的人都不见了，他们的枪装的都是空包弹，炸弹也是假的。昨晚那些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这么聪明的人，居然也被别人耍了。看来他们不是来对付我们的，只是来见我们一面。
他看我的表情，好像是在看一件古董。我觉得我们更像是鱼缸里的鱼，或者是实验室的小白鼠。这感觉真不好。也许是网络游戏里的账号。孟涵姐，那个 Alex 说什么你们是同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，引起了一场风暴。风暴结束了吗？我们一直在风暴眼里，这不是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该来的都会来，到时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对实验结果满意吗？对艾利克斯基本满意，虽然还有一些不稳定，但我对他们几个更感兴趣。他的确非常有趣。Upon a time, you'll find a